歡迎各位收睇曲樂，而家嘅時間係2019年6月11日夜晚13:15嚟錄節目。咁啊，講今日嘅題目之前，首先講翻之前嘅 VD Contest 140。咁啱啱咧，官方嗰邊咧又有新嘅消息，就係話佢哋想將 Q3 unraise 咗，即係話令到 Q3 嗰個分數唔會影響到個賽果，然後再將成件事重新計一次，再將個賽果重新計一次。咁就但係咧，我睇翻咧而家個 ranking 咧，暫時冇變化嘅。OK， 咁我依然咧都係俾佢寫咗話係第20名。咁啊，係啦，即係我自己見到有一啲人應該理論上係會再升高啲，即係例如呢啲咁樣樣。OK。佢34分做咗第三題，咁但係佢呢個就，但係其實佢如果唔計第三題嘅話，佢應該15分嘅，咁理論上應該會再升高啲，咁但係佢似乎仲未升高，即係話而家 shorting 應該仲未跟住呢、這個佢講個方向去做。個人覺得佢呢個做法會有爭議性嘅 ，OK。會有爭議性，因為有些人即係好似呢度咁樣，有些人做咗第四題先，跟住做第三題咧，嗰啲人就著數曬嘅。佢始終都好難開脱噶啦，即係佢因為其實喺呢個問題上面，根本上係完全冇一個完美嘅答案去 handle 呢件事。咁算啦，其實佢係冇得救嘅呢件事係冇得救。OK， 好啦，咁今日咧嘅做法。今日做題目啦，咁樣咁就個做法會同以前有啲唔同。咁以前就係會可能叫啲 cook random 兩題俾我去做，咁今日就唔同啲。今日啦，直接揀一條黑嘅 question， 仲要係我自己未做過嘅 acceptance 最低嘅一題。咁我而家就揀緊124題，叫做 binary tree maximum path sum 去做。係啦，咁我講過，咁我事先聲明先，我係冇做過呢一題嘅。咁所以可能會有啲慢，咁就如果你哋係想快啲嘅話，想快啲望到嗰個答案嘅話，其實最好就直接去 GitLog 嗰邊睇答案會最清楚。OK， 我係啦，食翻個咩先 ？OK， 好。咁通常嚟講，我自己做題目之前啦，即係如果唔係比賽嘅話咧，咁我會幫自己 set 定一個 testing 場先。OK， 咁今次係涉及到 tree 六嘅。其實咧，我記得我自己手上面應該係有一個 tree 六嘅 source 係會自動。將佢嗰個 input array 變咗做呢、這個直接將佢個 array 變咗做一個 tree 六嘅，咁我要 check 翻我自己嗰個 source code 先。哇！呢、這個就係上次具有爭議性嗰一題，嗰堆 test case 真係嘔心，因為呢一個好重要。好啦，翻翻去。124 OK 好，仲有 tree 6本身都要抄翻落去。OK 好啦，然後今次咧佢個問題 given an empty long np 嘅 binary tree， 佢仲要將個 long np blow 咗佢添。long np 煲咗佢 ，OK。long np 嘅 binary tree find the maximum path sum。For this problem, a path is any sequence of loop from some starting loop to any loop in the tree among the parent child connection. The path must contain at least one loop, and it does not need to go through the wood. OK， 佢依一句好重要 ，OK。佢呢一句咧個重要性就係話咧，如果佢全個場咧 sure 係負數嘅話咧，你要勾翻個負數俾佢啊。OK， does not pass， does not need to go through the wood。
OK， 我唔觉得呢一条系黑喎，我脑里面即刻谂到个答案出嚟喎。个答案就好简单嘅啫，放每一个碌嘅话，佢首先揾到啊，佢放每一个碌，佢output 两样DFS 咁做啦 ，OK， 咁放每一个。碌咧，佢 output 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佢由佢呢個位，由佢呢個位去到 leaf 任何一個 leaf 嘅最大值。然後第二樣嘢就係以距離中心 gen 到一條 path 嘅最大值，係啦。即係如果佢係中間，咁跟住係講 left 同 right 穿過佢嘅最大值。OK。咁將呢兩個數字 return 上去，係啦，咁就應該啊，仲加多一個，再加多一個數，就係、是、under 呢一個數啊 ，sorry， 我頭先講錯，我頭先第二嗰個數唔應該係經過佢嘅最大值，而係話 under 呢條 tree 下面嘅最大嗰、那個list，OK，、okay? 咁理論上。應該 OK 嘅咯噃，我睇唔到呢條數有啲咩咁難喎。OK，anyway 啦，但係曲起上嚟，我覺得會可能會有少少麻煩嘅，呢樣嘢會真嘅。anyway 啦，咁我而家首先曲咗個 test case 先。OK， 呢個就係佢自己嘅 sample case 咁樣。咁我以前咧就已經咧寫低咗點樣將佢咧呢啲咁嘅 array 咧變翻做一條 tree look 嘅一個方法噶啦。咁樣咁啊，因為之前已經做咗好多。應該可以需要進網閲讀係咩咧？啊，都要數純始終都要抄翻，冇啦，抄曬啦。OK， 好啦，咁而家可以唔望題目啦。testing 啦，呢度。試下撳個 return 零落去先 ，OK。咁我而家睇睇，而家 problem 幾多啊？124。Oh shit！佢 return error 係正常嘅。OK， 好啦，咁然後咧，而家做一個 DFS 嘅做法。零係零啦，就係 mix 啦，mix sum 啦。咁一咧就係、是、make some to leave 啦 ，OK， 係啦 ，OK 應該係咁。咁跟住啊、
係咪要 handle no case 嗱，第一件事佢 input 過係一定 non-empty。我諗之後嘅 DFS 可能要喺左邊同右邊各自做一次 checking， 因為我唔想太亂，所以佢應該唔可以係 no。OK， 呢個assumption好重要。OK。跟住就。始終腦裡面都是有一堆奇怪的問號在這裡，算了， if root dot left 等於 now， 這個寫法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安全一點的寫法，將件事寫得 descriptive 一點，即係寫得詳盡啲，即係如果係 lift 嘅話，咁跟住就先啊，左邊是 make sum， 右邊是 make sum to leave。其實佢可以是咁樣去做的話咧，係啦，咁之後就可以少咗好多問題。因為咧，通常咧一玩到咧 minimum value 嘅話咧，會好容易走火啊。OK， 右邊是OK， 左邊是 make sum。
一、二、三、四、五、六 ，OK， 好啦，左邊、右邊、左邊、右邊。呢度系会有啲搞笑嘅，点解佢特登咁样分开三个 case 去做咧？系用嚟预防，如果万一呢一个数系负数嗰阵时嘅话咧，系会卡嘅。算啦，而家都卡咗。OK， 好。OK， 好啦，咁大概系咁啦。三十三 ，Oops， 明白。咦，原来已经做咗噶啦喎，呢个应该唔需要再做。得啊，黐线！OK， 啊！OK， 得，系啦。OK，expected 预收系六。但下一个咧佢系爆，系因为呢一个 trace 本身唔 support now。佢本身答案幾多？
呢度係衰我 test case 寫錯咗，搞掂正常翻。Oh shit， 搞掂 ，OK， 啊、就咁望落去就應該誒，哦 ，sorry， 唔關呢個事。就咁望落去嘅話，就應該答案係 OK 嘅。我相信，即係除非我自己有啲嘢諗漏啦 ，OK。咁我自己再重温翻先啦 ，OK。咁就誒、首先 delete 翻咗佢係一個自己一個 note 嘅一個 value 先啦。咁然後誒、如果佢係本身一個 wood 嘅話，OK， 頭先嗰兩行係冇意思，因為佢本身呢一度已經代表緊呢件事，咁可以直接勾噶啦 ，OK。咁好啦，咁然後啊、左邊 其實我甚至乎覺得可以 delete 埋呢個，因為喺我下面嗰度已經 implement 咗呢件事。OK， 如果左邊唔係 now 嘅話，就如果左邊唔係 now 嘅話。OK， 咁就行 DFS， 跟住左边嘅最大值等于系啊，左边嘅最大值试入去啦，然后再将自己再加左边嗰条线试落去啦，然后再将系啊咁样样，知道系。試下拉長左邊嗰條數，睇下會唔會拉長到件事啦。OK， 跟住右邊亦都做翻同一件事啦。跟住然後，如果兩邊都有路嘅話咧，咁啊試下將兩邊連埋，再做一次。OK， 跟住 return， 咁應該就冇錯嘅，係啦。咁我而家不過循例都寫一啲我自己嘅 case 啦。OK。其中一樣嘢我自己諗緊嘅就係話，如果三個婦人嘅話，咁理論上佢應該 output 翻婦人，因為佢嗰、那個啊，佢、話 at least one look 啊嘛 ，OK， 咁所以係應該婦人。咁然後啊，婦二、婦一、婦三都係 output 婦人 ，OK。婦二、婦三、婦一嘅意思即係中間一個婦二，跟住左邊一個婦一，右邊一個婦三。咁都應該係 output 婦人 ，OK， 呢度係啱嘅，咁我可以試下將佢舉上去啦。唯獨是可能我自己會關心嘅就係我會唔會諗漏 case，因為一般嚟講，我嗰種做法係，即係話咁講啦，佢 assumption rate 30% 係有理由。我覺得 pass 得頭嗰兩個 case 嘅，我諗唔明佢有啲咩 case 可以 fail 咯。哦，但我已經 accept 咗啦。OK， 一個 MS 99.81% memory。OK， 咁係 pass 咗啦。OK， 而家嗰個答案就係話，咁然後我講一講，即係我個算法我大概頭先已經講曬一次啦。OK。咁然後我而家再講一講翻究竟呢一題嗰個 runtime 係點？咁不過冇啊，個 runtime 好 obvious 啦，佢有幾多個 look， 咁個 runtime 有幾大咯，因為呢個 DFS 純粹都係每一個 look 行一次嘅，咁所以就 runtime 係 on memory 啊、係應該係 o height 咯 ，DFS 係 o height 咯，咁啊。大約係咁咯，大約係咁，咁好咯。咁今晚嘅呢 call 講到呢度咯。咁聽日應該會再做翻一個嗰、那個叫做 mock phone interview 嘅一樣嘢，係啦，即係會同埋 mock 嘅 online assessment， 聽日會做翻，係啦。咁啊，我可能會一日做一條黑，跟住一日做一次 online 新聞，一日做一條黑，一日做一次 online 新聞，咁回翻間捉咗落去。大約嗰個諗法就係咁樣 ，OK。好多謝各位收睇，下次再見，拜拜。